我不老，我不累，东山纯溪健康操，平均年龄，平均年龄都是80岁以上，总平均是82.7岁，可以说是全部都是长者。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全民来运动，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大家来运动，健康免费送。等一下我们在跳的时候，音乐响起时，希望我们全体的来宾贵宾能够一起站起来，我们大家来跳五行健康操，谢谢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跳五行健康操，心情放轻松，两脚与肩同宽，两腿微屈，两手慢慢抬起。 OK